大家好，我是蒙面鸟哥，今天又带大家跟小黑一起玩了。看一下这小家伙动作有多快，他现在喜欢自己到处找一些小飞虫吃，啄到了一个什么东西，他好像又发现了新的目标，在地上一直在这啄。原来是一堆蚂蚁，它竟然和蚂蚁抢食物。又吃了一点这蚂蚁堆里面的食物，它也在里面啄。想干嘛？它过来向我要吃的了。小黑到处啄，竟然也没有什么收获。咱们给他拿点蜂蛹吃一下，这是小黑最喜欢吃的食物。来，小黑，没啄到，再来，叼了一截跑了。来，这飞行能力能定在空中啊！啊，直接站我手上来了。来，手上捏的还有，现在进步很大，站在我的手上他也不怎么害怕了，大口大口的吃。但是他吃饱了还是喜欢自己玩。咱们得这样捏着，让他一点一点的吃，一下子给他的他就直接叼着飞走。这样他可以多站一会儿。连吃了几条蜂蛹，小黑好像吃撑了，往出摆，往出吐，吃太多了，小黑非常好动。你看他一直在不停的到处跑，干嘛？又来向我要吃的是吧？他不是一会儿飞在这里，就是一会儿跳在那里，速度好快。他又飞到对面栏杆上去了，看一下能不能给他叫过来。小黑，有进步啊！来，没吃到，小黑，再来，来，哦，飞那边去了，小黑，来。小黑，小黑，他只要够得到，他就不飞。小黑，来，他不想站我手上。好，给他保持一定的距离。这下一口吃到了。来来来，再来再来，张着嘴等我喂他。都给你了。吃饱了，还要不要？小黑，小黑，小黑，他不要了，他不过来了。小黑，来过来，小黑。哦，哦哦，所以跑了。你这是要往哪儿飞呀？哦哦哦哦哦，完了完了，飞那上面去了。
在对面的花坛上，上房顶了，这下麻烦了，飞高了。在这儿，小黑吃太饱了，吃太饱了，它就这样乱飞，这下麻烦了。这次不会真的要飘了吧？它还要吃，还没吃饱，想办法给它哄回去。来，来，哦，又被它叼走了。它还没完全吃饱，还张着嘴还要。它怕我抓它，手一去就飞了。还好啊，小黑它自己飞回来了，它总算是自己知道回家了。